画比那种那个历史的比那种要好多一点，比哪一种？哎，比那一种的话稍微方便一点，因为它这个是平台的平面很高。这个是一米五的，厚度呢？1.2，一点二。那如果真的做一米五的话，做起来挺累的。一米五啊？做起来挺累的。对，很大的，我那个东西做起来是蛮厉害的。都是手动的，那上面的全是自动的，这个都是手动的，就压紧放松啊，都是手动的。